来到大家最关心的龙回杯十了，那龙回杯十的话，现在的成交价格大概是在31,000到32,000左右。以9月1号月初来说，那个时候价格是崩得很夸张哦。可是过两天马上就回涨至33,000到34,000左右。那现在价格是落在31,000到32,000左右。好，那龙回杯十的功能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。穿上龙回杯十的话，会有一个轮回的技能。使用了这个技能之后呢，地图上的最大怪物数量跟生怪速度都会增加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限定道具哦，各位看这个怪物的生成速度就知道了，怪物生怪速度非常快哦，你看打了又有，打了又有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台服有一颗轮回杯石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哦，因为它影响着你打任务的速度、跟练等的速度、跟获取封闭的速度，完全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，这就是轮回杯石的效果哦。